你们两个去厨房检查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冰箱。这不是社区领导吗？到我们店有什么指示啊？有人投诉，说是在你们家的面馆里吃出蟑螂来。哎，老板，我们开票了啊！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来来来，不不不，不是，等等等等。蟑螂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你听他说，我们有那个检疫合格证。哎，我们有检疫合格证。蟑螂。等等等等。你听他说的呢，真的。蟑螂有事儿，哎，还没结账呢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呀？不检查吗？检查？你是来成心找茬的吧你？你看你说的，你要是没查，你怕什么找茬的呀？把营业执照给我拿来，查卫生许可证一起拿来。凭什么给你看呢？你不就一社区领导吗？哼，钥匙检查那也是工商税务卫生检疫啊，轮不到你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一个社区干部，照我管得着，拿来。没有。哟，看把你横的，怎么了？哎哎哎，怎么了？这么漂亮的一张脸蛋，态度那么横，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当主持人的老公在你背后撑腰，你就这么横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别人给你面子，我不会给你这个面子。我这是公事公办，我六亲不认。什么公事公办？我看你是公报私仇。哎，不是就是我们家小叔子跟你女儿谈恋爱，你不同意吗？不同意就不同意吧，干嘛到我这儿来找茬啊？不过呀，这论起来啊，咱们也倒是亲戚。哼，你还真是六亲不认。没有人跟你套近乎，我就是六亲不认。我现在命令你，从今天起停业整顿。停业整顿？你凭什么命令我呀？你算老几啊你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不停业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检查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是合格的。你要是想来诚心找茬，你就马上跟我出去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面来。你干什么了你？吃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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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吃面。干什么？出去。吃面嘛！来来来。范正干，算了算了，咱们没有执法权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我让他们气糊涂了。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哎，只要我想进来，我肯定就能进来的。啊，多么笨呢！那个方文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对不起。都习惯了，没事儿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妈的确太强势了。不就那样，一辈子了。哎，那你爸这么多年就这么宠着他吗？宠。哎呦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我真无语了。你不是想打退堂鼓吧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就爱啃硬骨头。越是难办的事情，我就越想把它办下来。得了吧你，你昨天还不是夹着尾巴先逃跑了？哎，对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等等，我嫂子接电话啊。哎，嫂子。哎，别别别别，你别喊呀，怎么了？你告诉你那未来的丈母娘啊，她要再这么给我捣乱，小秀对她不客气。嫂子，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成吗？
没有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真够没良心的！哎，你说他这么捣乱，我这面馆我还开不开了？那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总行了吧？喂，你嫂子怎么了？我听他那边大吵大叫的。没事儿。哎，你刚才想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嗨，我妈她老让我去相亲，说是今天下午还有一个，是一个海归医学博士。海归？你笑什么？我还等着你给我想办法呢。我笑就说明我肯定有办法呗。什么办法？不行就跟你妈说你怀了我孩子。得了吧，我没有。是没有，但是这不是一办法吗？能行吗？我觉得应该差不多。那我先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方文，丁方文。她是在中学里头教英语的。我儿子是二院的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，是在美国学的医。阿姨好。好。以后就方便了，在家里头你们两个可以用英语来交流啊。那感情好了，我儿子看中的也是丁小姐的这一点，我也希望找一个呀知书达理的教师。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找那个小流氓去。妈，怎么？现在知道叫妈了？你被那个流氓欺负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妈妈是平时是怎么样苦口婆心的教育你的？哎呀，行，声音小点好不好啊？你不怕外人听见？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儿？怎么？你知道丢人为什么不好好看着他？你让流氓去欺负他？我找他哥去。别激动！这事儿怪不了正义，我自愿的。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？我怎么生你这么一个女儿？激动啊！你说现在咱们你们俩吵有什么意思啊？这咱们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好吧？你说对了，这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得两个人解决。现在就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也有办法去解决，是，很简单。是什么办法？到医院去把那个孩子给我打了。我不，这个事你得听我的，即便是生米做成了熟饭，我能把你这口锅给砸了，你信不信？妈，你要是再这么逼我，我离家出走。你翅膀硬了是吧？你知道这么跟我讲话啊？你别激动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不是？现在嘛，就应该把那赵正义给他找来，咱们一块儿商量一个解决办法，这才是正路吧。我找得着他吗？我得找他爹妈去，我得告诉他爹妈，他的儿子是多么多么多么的混蛋。他没妈，就一个爹，还住乡下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找了一份什么人家给我？不是，他不是有哥吗？啊，长兄如父，咱们就找他哥去。对，找他哥一起去。对，走。等什么？对，打个电话，总比去贸然去了没人强是吧？你找谁谈去？你打什么电话？他打完了电话，接完了电话，他人就跑了。他要跑，那就不是男人了。打一个。
哎，方文，怎么样了？正义，对不起。喂，赵正义，嗯，是我，方文的妈。我希望你接到我这个电话以后，立刻回家，否则你不是一个男人。不是，哎呦我。千言，这刚才我也不想，那谁知道我们就那么一次，那命中率怎么就那么？你别跟我说这些屁话，你对得起人家姑娘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赵老大，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啊？怎么了？这种事儿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啊，光他正义一个人能行啊？哎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别跟他掺和，好吧？什么你们家的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正义喊我一天嫂子，我就管定了。嫂子，你真得帮帮我，你得管我啊，嫂子。放心，嫂子呀，一定管你啊。哎，管，管呀，把你的主意说一说。你不也没办法吗？谁没办法呀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办法一说出来呀，不但坏事成好事，而且也没什么谁怪谁了。哎，那嫂子，那你赶紧说，你帮帮我啊。你看啊。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是吧？你们俩呢也到了吃饭的年龄了，所以索性就大家一块吃饭呗。哎哎哎，你不是说让他们俩结婚吗？那怎么了？正义啊，你同意吗？我愿意。你看，现在啊就是小丁的事儿了。小丁愿意吗？他也愿意。得。就一块吃饭，吃什么饭呀？他妈愿意吗？啊？啊？正义，快去洗点水果去，快去！不用了，不用破费。哎，去吧。哎，做你们的美梦去吧。娶这么一个媳妇儿，房子呢？这房子上次不是说你们是租来的吗？啊，都没有房子，娶什么媳妇儿？你们不是嫁儿子吧？嫁儿子也行啊。我们从瞎说什么你？哎呀，这都是我这当大哥的责任。我没有教育好我弟弟。行了，郑大，你揽在身上干什么呀？你虽然一家老大，但是这是正义和人小丁的事儿，你揽在身上也没用啊。那个方阿姨，您吃点水果。哎，正义，那个冰箱里还有我前段时间买的那个山楂，你洗点，小丁一定爱吃山楂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？闭什么嘴呀！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就是特想吃山楂呀。阿姨，那个你来不是就为了说会儿话吗？我们家是这样，我婆婆呀死得早，俗话说长嫂如母，所以这事儿呢还得我跟您谈。一个开面馆的个体户也配跟我谈？啊，是，我是个个体户不假，但是我知道尊重当事人的意见。这事儿啊，是正义惹下的祸，正义他就得负责任，是不是？是，方阿姨您放心，这个责任我肯定负到底，我绝不推卸，而且将来我肯定会对方文好，我对他一个劲儿的好，真的。你看看这态度，真是不错。俗话说啊，男人就得是敢做敢当，这样的男人才可要，是吧？小丁儿，那个嫂子说哈，这种事儿吧，也不能都怪正义，是不是？那个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是吧，小丁儿？所以你看看，正义都下了这么多保证了，那剩下的就是你的意见了。你表个态呗。Yeah!
么样？什么怎么？咱们俩这一辈子的脸都让您磨磨叽叽。我看郑局长长得不错。你不了解情况，你少啰嗦。妈，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您看吧，这要条件真特别好，也不见得能看得上我。那看得上我，我就不一定喜欢人家。你说还不如找个合适的，你俩好好过吧。刚刚那一家子你都看见了，那一个二个都不是好惹的，尤其是他嫂子，他们一张嘴他就在伤人，还有他妹妹，你何必要找这些累赘呢？他那大哥，那更不像话，主持什么感情节目，我看他是满肚子的花花肠子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。妈，您不是也听了好几年的正在说吗？我跟你说那是两码事儿，平时妈妈怎么跟你说的？说你性格内向，人也挺老实的，我怎么就想不明白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石破天惊的事情？既然我管不了你，也拦不住你，那好，我姥姥、丈母娘就一起做。妈，别高兴得太早啊！我可是有个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得让他倒插门。行了，别说正义了。小丁没怀孕，没怀孕，没怀孕，你往自己脑袋扣什么屎盆啊你？你这叫我不喝喝什么喝？不是我就看不惯他妈，不是你，你也不能用这种方法，来，知道吗？你这说难听点，这很缺德呢。哎，这干什么这是？正义不好意思说，我给他说。正义呀、啊，就是看上小丁了，俩人对眼了。可是他妈就是不同意，这不就让小丁去相亲？你说这怎么办呀、啊？没办法，两人才想出这个办法。现在挺好的，哎呀，直接把结婚摆到日程上来。现在啊，他方阿琴呐、啊，他也没法跟咱提条件，你知道吗？先别说条件，方阿琴。行，你到底看没看上人家小丁啊？我肯定看上，我没看上我，但是跟他在这瞎折腾什么死活给我的，看上了。不过老实讲，小丁的孩子是不错的，可是他妈，你说这将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你想过没有？他妈怎么了？正义跟小丁过，又不是跟他妈过。正义放心，有嫂子呢啊！你别叠着了呀！你别把果一人放在面馆，你赶紧过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放下来，干得快。正义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过来，你把他放了。这件事情做的特别特别的不理智，啊，雨晴，你坐这干什么？正果是你的亲妹妹，我照顾的比你都多，这像什么呀？哎，麻烦你了啊，谢谢，啊，这不还差吗？你笑什么？郑果画的是吉祥物哈，郑果，画的真好，真棒。嫂子，回来了。嗯。哦，彩亮，我买了几张彩票，你给嫂子看看啊，哪个号能中500万？果儿，你赶紧醒过来吧！你要醒过来，我就不用看你嫂子的脸色了。那老这样，我……我委屈死了。正义啊，你跟这个小丁相处了也没多久，怎么就想到结婚了？这是不是太仓促了？我想好了，哥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跟方文在一起，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，而且我见不到他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就像有个小耗子似的。这感觉跟着心走，他和心跟着感觉走是不一样的。哥，你放心吧。等我结婚以后，我会帮你一起照顾郑果的。
哎，那什么，那个你提到结婚了，我觉得很多具体的事情就得想了，对吧？哥现在没有能力给你买房子，房价这么贵，现在这些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到时候不行再租吧，剩下的再说。方文，你接。喂。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，这些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呀？商量的事儿可多着呢。哎，对了，我爸说他还想见见你爸。哦，好，嗯。老二他爸想跟咱爹见个面，应该见。哥，我觉得啊，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方小琴想出来的。方文他爸在他们家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户主，就很多事儿还是方阿琴说了算。你说他爸是跟咱爹见面，怕中间也不管家里边谁做主，这个双方家长见面还是应该的。就说你结婚，我觉得对咱爹来说，少了一个心事，多了一份喜事，多好啊！把爹叫来。主播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跟你说说话呀。这么晚了，说什么呀？你儿子照片我给你取回来了。那老师，啊，咱走吧。哎，你烦不烦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照正大今天归我。哎，什么叫我归你呀？你看你这，你就归我。哎，这个算你今天等他的钱，拿回去。你这不是骂人吗？你不但把我给骂了，把正大老师都给骂了。拿回去。什么？你不要我还省了，你以为我？你好，你都不要吵了啊！那个，要不这样，大春子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？张老师，啊？没事，你去吧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不错，你要用哪张你就说。我想了又想，还是没敢，怕你前妻不同意。这么好的孩子，可惜不是我的。你想用你就说话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不客气。记得有一个人叫陆世乐。他能看穿百年，很久以前就能预测到2010年在浦东开世博会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眼睛，可以看到我未来丈夫的样子。我想有个家，原来想，现在想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想。我不知道谁能住进来，我想让住的人，人家又没想法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继续找，直到找到。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喝杯酒吧。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没事，就是想见见你，跟你说说话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你看，你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连礼物都没带。你能来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
你走吧，我想自个儿坐一会儿。少喝点吧。卖完了回家，家里孩子还等着呢。是的，是的。行吗？听众朋友们，今天上班，我遭到了同事的训斥，非常严厉。他们说我破坏环境，污染空气。原因在于，我在上班的路上买了两串油炸臭豆腐。我跟很多朋友一样，不喜欢臭豆腐，受不了那股味道。可我之所以买了臭豆腐，是因为卖臭豆腐的夫妻感动了我。他们之所以着急要把剩下的臭豆腐卖出去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想早点回家陪孩子。能够看得出来，他们的生活很困难，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幸福的。这幸福源于他们的心。他们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就是每天卖足300串臭豆腐，然后回家陪孩子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，就是1块钱1串的臭豆腐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，就是每天卖足300串臭豆腐，然后回家陪孩子。毫无疑问，他们是幸福的。方阿姨，你好，坐。先不用叫阿姨，也不用坐，先看看这个吧。方阿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不是都已经写在上头了吗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不是说好的吗？他说，这为什么要有婚前保证书啊？对不起。你好，是要喝点什么呢？什么不要钱？白水。那就来杯白水吧。谢谢，不用客气。
妈妈。怎么啦？对不起，方阿姨，这个字我不能签。哦，你不签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签没关系。走，妈，走。哎，你看见了，妈妈给了他机会了。妈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这可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妈，你不能老这么逼我。你这样，走。妈，你妈，走啊，走走走，你别这样。阿姨，我签。正义。那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光签字不行，还得画押。好，正义。还得我们俩来过，别想那一纸协议了，咱们俩今后好好的，好吗？挺好啊，咱自个儿家养的，挺好。但是这也不能放这儿啊。我呀，早就看好地方了，阳台就那儿就行，我看挺好。哎，你们过来啊。长得真好，这好，这好，哎呀，跟真的似的。好啊，
郑一也要结婚了，你爹这心事儿啊又去了一大块儿。来之前啊，我去你娘的坟上啊烧了几刀纸，求你娘啊多多的保佑你们几个。这些年啊，咱家有什么事儿啊，我都愿意上你娘的坟上去叨唠叨唠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，我也爱去跟他说说。行，回头让郑毅带着他媳妇儿去给我娘上坟。其实你娘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几件心事儿。不说这些了，爹，这次来了多住些日子吧。啊，多住几天，多住几天。哎，那个那篮子鸡蛋下边有些核桃，那是大篮子，让我特意让我烧给你的。哪个大篮子？哎呀，你怎么把大篮子都忘了？你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在一块儿，还老往那河边跑。为这事儿，我打过你好几次。我说你不好好学习，光搞对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都这么多年的事儿不提了。其实我们俩也没事儿。哎，他早结婚了吧？结是结了，可过得不好。老离。老离？啊，一吵架就嚷嚷离婚，这都离了好几次了。哎呦，哎。那些日子，他回娘家还特意跑来看我，我看得出来，这大篮子呀，心里边一直有你，可是，可惜你们俩缘分没到啊。爹，爹！哎呀，快快快，来让爹看看长胖了没有？哎呀，好，哎，来看爹给你带什么了，来。和谁缘分没到啊？爹，你看，啊，这都是果果花的，嗯，花了这么多，爹看看。这都画的是谁呀、啊？哥，你哪来这么多哥呀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求的是，有什么话题在这说啊？说。赵正道，我记得你是在农村长大的呀。这不是知道吗？你看，知道，你吃的都是你们家自己地里种的地瓜呀、玉米什么的，是吧？对啊，哎呦，没上什么激素是吧？没有，那时候不兴这个，他没。那怎么催得你早熟啊？哎，你这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跟他就是中学同学。中学同学呀，老相好吧？哎呦，他现在日子不好过了，你又离婚了，他觉得机会来了呀。赵正达，你认识的女人，怎么专在别人的感情里见缝插针啊？哎，周一翔，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您现在是我的前妻，没有资格吃醋。好，这我是你的前妻，好吧？哼，本来我还想在你爸这次来的时候啊，好好给你唱一个二人转。现在行了，我是你的前妻啊，你自己唱单出头吧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你就不是怎么了？就行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没耳朵，你听我说，听不见，听我说，你还要把爹气住院啊？啊？你爹住院是我气的吗？我气的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外人，我能把你爹气成什么样？不是，哎，你看你这个人，我怎么了？哼，我本来想，哎呦，好好在你爸面前扮一个好儿媳妇儿，这下好了，我不用了，我轻松了。哎呀，周雨晴，周雨晴，你听我说，我爹是我气住院的，行了吧？当然。哎，行。一首歌，我们曾经一起唱过。
有一句话藏在心里，不曾对你说。有一个梦，这么多年不曾忘却。有一个人，风里雨里为你在奔波。有一条路，我们曾经一起走过。有一个字，你却始终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。爱不要错过，不要让失落把心紧锁。爱不要错过，别以为属于你的脚步去把握。曾经一起唱过，有一句话藏在心里，不曾对你说。有一段情，这么多年无法割舍。有一颗心，日里夜里都不。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。爱不要错过，不要让失落把心紧锁。爱不要错过，别以为属于你的脚步去把握。爱不要错过，别以为曲终人散，可以重新来过。别以为曲终人散，还可以重新来过。媳妇要来嘛，怎么也得给份见面礼啊！我那时候啊，就是千里挑一，现在看来啊，确实不值钱了。你们城里人除了认识钱，还认识什么？去拿刀！我是想让你当个城里人，可是我没让你忘了祖宗。